今天我们用这几支颜色画夏天最常见的东西。首先把笔从后面推出来，然后就开始可以画了。大家能不能猜到我要画什么呢？什么是夏天最常见的东西呢？相信画到这里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哈。我们左右给它画一笔，现在用深灰画一笔，再用黑色，由于黑色没有我就用重彩的，再画上白色的斑纹，翅膀给它画上，现在再画点皮肤，然后呢就可以画上它的眼睛、嘴巴，再画上它的脚，记得两边都要画上哦。画完忍不住想拍它一掌，实在太讨厌了。